大家好，我是老猫。2022年思源杯多伦多高校羽毛球赛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，球场上到处都是熟悉的身影，耳畔到处都是久别的问候。与其说这是一场羽毛球赛，不如说这是一场疫情后的羽毛球友聚会嘉年华。相信每个羽毛球友都想看到自己打球时的样子，于是我就在比赛的间隙在各个场地间穿梭，抓拍了不少精彩的视频和画面。我会用几期节目的篇幅剪辑出精彩集锦，陆续在我的频道里推出，大家一起来找一找吧，看看哪一期里会有最美的你。